上有一个小男孩的照片，这个小男孩叫贺川，是毛坝中学的一名学生，横幅呢是他的妈妈每一年都会到这里来挂上的。我每年只写，我写了十年了，写三十多封信，我一直都坚持到，我就要挂到现在，我一直挂到我死。我本来就该在，你们晓得该在我们有个乡镇读书，我就觉得乡镇的条件没得县城里的条件好，我们两口子过活出来挣10块钱一天。省吃俭用的，我都愿意把它弄到一个好的条件和环境。我哪想到要地震，又要租房子，又是两个娃娃，经济很困难。刚刚2006年才把房子买了，稍稍好过点。娃娃也读书，两个都在县城里读。2008年地震了，房子也没得了，娃娃也没得了，一无所有。在县城里来，没想到我一步走错了，我把我儿子的命丢了，所以我就。遗憾一辈子，一辈子都对不起儿子。他说的，你回来了，我给你买礼物。这就是最后一句话。每年就要给我买礼物，我为啥子要给儿子写这十年的横幅？我这样的做，我心里要好受一点，真的心里要好受一点。我感觉到好像他还在样的那一种，我没得亲眼看到他，我也没看到他的尸体。我不相信，所以说一直都是，一直我都现在高头留了个电话号码，我这么多年都没换过。就觉得儿子还在，他都找得到我，联系得到我。每年想说的话不太一样，就想说几句，心里都要舒服一点。实际上没有刻意的说去做啥子，就是心里想他。